goals.各位東美的朋友大家好，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中環百花街和德輔道中的交界。其實今天就已經是一年第三日了，有市民就在現場這個位置就進行佔路和這個和你 lunch 的活動。我們可以看到在目前呢，我哋眼前有呢一個十字路口，即係德輔道中同埋百花街嘅交界啦。咁啊，就已經被佔據啦。咁啊，現場嘅人士咧就舉起五隻手指啦，就示意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嘅手勢嚟嘅。咁啊，佢哋不時咧就喺現場度高呼一啲嘅口號嘅。咁啊，佢哋依家咧就高呼緊一個新嘅口號，就係永不言敗。这个中环和你 lunch 的行动呢，其实就是一班在中环上班的人士呢，就趁着 lunch time 的时候呢落到来这个路面到聚集去做一个抗争的。目前呢这一班的人呢就移动当中。他們就沿著北打街的方向就一直向前行。在今朝的稍早时分，教育局就已经宣布了全港的学校，包括幼稚园、小学、中学和特殊学校，由明天开始至到星期日都会停课的。与此同时，同一时间其实现在就是这个 Poly紅磡的現場也都是有這個學生和警察發生的衝突的。現場有大概500個人呢，就是沿著北打街一直高举住五隻手指，高呼住香港人报仇的口号，一直向前行，就是向着这个金钟的方向前进。
天橋咧，亦都有唔少嘅圍觀人士啦，咁佢哋就喺度影緊相嘅。咁沿途咧，亦都有人揮動呢個美國嘅國旗。就已經佔據咗江樂道中嘅。咁喺江樂道中，就設置咗路障。咁就係由一啲垃圾桶啦、紙皮啊、垃圾等等嘅雜物咧，就係組成嘅。咁現場嘅車輛啦，已經冇辦法再轉入嚟呢個江樂道中噶，咁就必須咧就係喺個街口度掉頭。咁啊，沿途咧就有市民咧就呼籲現場嘅群眾要 be water， 因為咧呢幾日喺中環已經有多人被拘捕。行到嚟江樂道中之後咧，就冇繼續前進啦，暫時咧就停留咗喺呢個十字路口嘅嗰度。我可以見到咧，其實現場嘅人潮咧比想象中係多好多嘅。目測咧就依家咧就已經有大概七百人左右噶啦。現場就有人舉起呢個嘅文宣啦，就寫住追究警暴還我公義嘅。咁喺通往 IFC 嘅天橋咧，就有好多嘅人喺度圍觀當中。現場咧就有人搬咗一啲嘅圍欄啦，就去捉起路障。現場咧亦都有人舉起英文嘅文宣啊，亦都係關於停止警暴的。
Dalton, do you want to do a setup shot of you like walking through the crowd? No? Just for the sound bite?咁啊，喺今朝啦，香港眾志咧就表示收到幾位咧美國共和黨、民主黨兩黨嘅人士確認啦，參議院咧最快就會喺今個星期裡面開始審議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噶啦，咁就將會喺本月嘅22日之前完成立法嘅程序。场嘅人士咧就喺度嗌紧五大诉求缺一嘅英文版嘅口号 Five Demand No One Less， 同埋咧就系永不言败，仲有就系香港人报仇嘅。咁啊，喺今朝啦，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咧就喺立法会会议上面咧就声称就会将会委任100名惩教署嘅人员自愿加入咧就成为特务警察嘅。今日咧，其實已經係連續第4日嘅清晨抗爭動，咁啊，依然咧就係人潮湧湧嘅。
雖然咧依家咧就喺遮打，就係呢個江樂道中嘅呢一度咧，就進行緊佔路啦。但係隔離嘅遮打大廈咧，仍然咧就係開放當中嘅，咁有好多嘅大廈翻工嘅人士咧，都喺呢個門口度順利咁進出嘅。有部分的人士就繼續向著上環方向前進緊。
道中，一直就向住上環嘅人當中，並且咧就係繼續高呼住剛才嘅口號。廣場是春代，於是就呼籲其他的人就一起回去收去交易廣場那邊。Oh!
咁喺現場咧就有市民表示，佢哋未做完嘢啊，又呼籲咧原本向街坊除鞋嘅人士啦，咁就翻返嚟。咁原來咧就係佢哋打算喺另外一邊咧，就係加固呢個路障啊。嗰邊要遮啊！咁啊！現時咧，呢一批嘅市民咧，就慢慢咁退翻翻去街廣場嗰度。
北中環聚集嘅民眾咧，就喺光樂道中慢慢退翻翻去北打街嘅。咁我現時咧就有，因為有部分嘅人士嘅呼籲啦，咁有大批嘅人咧就聚集咗喺光樂道中嘅另外一邊嘅。咁原來咧佢哋咧就係想喺呢度設置路障。設置路障嘅咧，唔係淨係單止係一啲 bad block 嘅黑衣人啦，咁仲有其實係著住西裝嘅人士噶。咁我依度咧就搬運一啲雜物，例如垃圾桶啦、花盆、紙皮等等。揼咗出馬路咧，就係設置路障。對出一段光樂道中，咁就已經係被路障截住咗馬路，咧就通行唔到噶啦。咁啊，有車輛趁住高坡未成形嘅時候咧，就試圖就經過。咁啊，呢一班人士咧設置完路障之後就已經離開咗。咁啊，但我哋見到佢哋 set 嘅呢個路障咧，其實都頗為簡陋噶。咁啊，依家我哋就翻返去北達街嗰邊睇下先。
時咧依然有人士咧就聚集喺呢度。就有市民啊，就搣开一啲垃圾袋，倒出里面嘅垃圾咧，就嚟做路障。就被撕開啊！而且好多咧，當中都係一啲快餐店嘅垃圾，所以咧現場依家就傳出一陣臭味。咁我都可以見到啦，依家堵塞喺中環嘅人咧就越嚟越多。成條咧北大街咧都係塞滿曬人。咁啊，依家佢哋嗌緊一個新嘅口號啊，就係支持中大永不言敗。咁試完咧就係兩日之前咯。警方咧就喺中文大學嘅時候就發射咗超千枚嘅呢個催淚彈啊，咁就去，咁咧就試圖咧就係進入呢個中大拘捕一啲學生嘅，咁啊雙方曾經一度咧就係連續兩個鐘咁樣無間斷發射催淚彈，學生咧亦都係以俗稱火魔法嘅汽油彈嚟還擊。咁喺中大呢一個嘅抗爭上面咧，有超過60人咧就係受傷嘅。就做緊呢個長遮同埋教剪嘅手勢啊！
並且高呼口號超過一個鐘頭噶啦，但佢哋仍然咧就係繼續喺度進行緊呢個示威活動。做緊一個後退嘅手勢，咁就呼籲塞住不打街嘅人群咧，慢慢向後退。叫緊企疏啲，並且咧就用人鏈運送緊一啲嘅物資，包括係遮啊，然之後索帶啊等等嘅。
事啦。其實我都係穿住翻工嘅服裝，咁不乏咧就有穿裙同高踭鞋嘅女士啦，同埋穿西裝嘅。咁啊，有唔少人啦，更加其實係穿緊名牌喺現場噶。係黃會間啫。大家可以看到依家北打街裏面人潮洶湧，有數千人就聚集在依度嘅。咁現場嘅人士就開始喺度嗌緊，企疏啲，留翻條路俾人走嘅。中間就留了一條通道出嚟嘅，已經。Oh!
咁喺現場咧就出現咗一條人鏈，咁就喺度運送緊一啲物資嘅。咁就包括有長遮啦、繩啦等等。咁現場咧就開始嗌緊，有警車嚟緊，咁就呼籲現場嘅人士咧就企疏啲，慢慢向後褪嘅。咁啊，現場嘅人士咧就慢慢向後褪，褪翻去中環嘅方向。咁我都可以見到喺幹路道中嘅人咧，就慢慢開始向中環方向撤退緊噶啦。咁呢個咧就係幹路道中嘅現況。咁就大部分嘅人士咧就已經撤離咗。咁啊，佢哋就褪翻去大街嘅。咁啊，佢哋依家咧就讲紧喺 IFC 嘅，即系附近一个商场咧，就有警车嚟紧。咁我但喺現場咧就暫時仲未見到警車嘅蹤影。現場就有粗普通話的人士就向佔路的人士大嗌加油，並且一起舉起了五隻手指。咁啊，現場咧就有哨兵咧就喺度講，喺金鐘嘅時候有好多警察，咁就呼籲咧現場嘅人士盡快咧就離開嘅。咁啊，現場咧亦都有人嗌緊，有文具嘅人士咧就先行離開。咁啊，文具咧就真係抗爭三寶啊，眼罩啦、豬嘴啦，同埋頭盔。
件事咧，就喺中環咧，好多人都想翻行人路啦。咦？咁但系馬路上面咧，仍然咧就係有部分嘅市民企在度。咁現場周圍都有人士咧，就講緊附近有警察啦，呼籲現場嘅人士小心。讲紧喺金钟嘅太古广场对出啊，就有七架警车，同埋一架嘅呢个运兵车，咁并且里面咧就有防暴警员同埋速龙小队嘅成员嘅。咁啊，听到呢个消息之后咧，部分人咧就已经离去咗。咁喺行人路上面咧，亦都有一啲西装嘅打扮的人士就呼籲叫學生小心的。見到咧現場嘅人潮咧，其實已經減少咗好多，因為好多人咧聽到附近有警察嘅消息咧，就已經離去。咁啊，但係仍然咧就有大約500人左右啦，就留低咗喺北大街同埋德輔道中嘅十字路口嗰度聚集嘅。这一班人就再次都在喊吼吼，打到的地面啦，亦都出現咗一啲由磚頭砌成嘅路障。Thank you.
咧，暫時仲未見到警察同埋警車嘅蹤影。sorry， 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。No one left! No one left! No one left!
就有大約500名嘅市民咧，仍然就喺北打街德輔道中一帶聚集緊嘅。咁啊，即使咧有好多消息話警察嚟緊。咁但系呢一班人咧，就仍然咧就仲喺現場裏面高呼緊一啲抗爭嘅口號，暫時咧網絡就未有離開嘅意欲。
象咧，疑似咧就有人喺度拍摄在场人士嘅大头相，咁啊就俾一个目击嘅市民咧就系阻止。
商人。中環呢一帶咧就暫時平靜啦，咁仍然有大批嘅市民聚集咗喺北大街同江樂道中、德輔道中呢三條街嘅交界。咁佢哋咧就不時喺度嗌緊口號，包括一啲要求解散警隊嘅口號啦，同埋一啲關於五大訴求嘅口號嘅。咁啊。由於現時就較為平靜啦，咁今日嘅直播咧就嚟到呢一度先，多謝曬大家收睇，拜拜。